大足石刻呢，它千百年来是处于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当中，所以长期受到自然的和人为的一些损坏。那么目前呢，很多地方就出现了这种渗水呀、风化呀，导致石刻造像的表面那个脱落，还有那个颜色的退化等等这些病害非常多。 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小红安有石胎、泥胎作为本体，表层有彩绘层，然后还有金箔。那么在同一个本体上，这几种材质都发生了不同的劣化的这种状态。那么我们这次呢，主要在这种实施的过程中，就是要解决在一个本体上不同材料发生劣化以后，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加固和修复它。